查，本件交通事故发生于今日早上5:57，在西屯区台湾大道四段进工业区一路口，一车自小客车沿台湾大道列车车道往工业区一路方向直行时，碰撞于内侧快车道等待左转之2、3、4车，是2车推撞3车，3车再推撞4车。此次车祸造成一车驾驶头部擦挫伤，1、2、3、4车经酒测均未饮酒。详细肇事责任转由交大事故分析研判。